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8271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42 GMT 0003 Heights 5 18271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土库顺天宫，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037 3JPGF00000037 5JPGF00000037 JPGF00000037 8JPGF00000037 9JPGF00000000 3380 JPGF00000000 0382 JP。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
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云林县土库镇中正路109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清朝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文化资产主管机关，云林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101740-2340B 号。公告日期101年10月31日。简介：土库顺天宫。顺天宫位于云林县中央与虎尾镇元长乡大庇乡包中乡相邻，是早期路港往北港水必经之路。本宫创始于清顺野年间，西元1644年初起草创位土阙庙，于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全面改建完成，创建迄今有300余年，虽经整修多次，仍保留许多古物。101年11月8日通过云林县政府核定县定古迹。一、清康熙年间青豆石石诗。二、道光十四年修建完成纪念碑。三、教校教钟壁画鸢飞月窟的于月海中天。咸李二年大秋田宝马龙瑞师爷墨宝。四、两侧以三国演义忠孝节义故事为主题，是承天启老师作品。目前台湾宝留如此栩栩如生之交趾，陶已少见。五、日本统冶台湾石狮黄明政策，日本吉祥寺黑泽又成于民国28年，昭和15年自日本迎请日本木雕观世音菩萨神像字。本宫是目前全台湾唯一日据时代所留下来日本观世音菩萨木雕神像。六、观音殿泉州花岗石盘龙石柱前清时间自大陆雕刻完成，博运来台英年待湮灭已无从稽考。七、道光年间二林姓氏境现神桌式古色古香雕刻经置之文物，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3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01-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1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297202OK10 Image 斜线 JPEG 29WET 07 August 2001 12:57:30 GMT 19 90C35CAD6D93CE1:00 03 Heights 1032005 18747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3 GMT 0003 Heights 5 18747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胡伟中元节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335JPGF00000
0336JPGF0000337J PGF0000338JPGF0000339JPGF0000034 0JPGF0000341JPGF 0000342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农历7月15日行程地址云林县虎尾镇全镇范围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西元1765年其他北基隆南虎尾说明台湾两大普渡节庆活动地点之简介虎尾中元节虎尾中元普渡分有东、西、南、北、中、德兴宫以及福德宫等七区，各自带表不同属性的普渡会、普渡祭典，不论在历史渊源、规模、排场、祭拜仪典、活动项目等各方面。与基隆并称为北基隆南虎尾成为全国中元祭的盛事这七区的普渡祭典各自都有自制的执年主普执事模式鬼门关开启的头一天开始各区普渡祭坛牌楼门面都布置的美轮美奂备办香案风盛祭品靠迎脚程比较快的好兄弟来到人间十五日中元当天更以一字牌开的供桌在各个普坛城设拜亭摆置纸糊的大事爷翰林所同归所孤依山长达数公里的桌案让参加祭拜的民众放置各种祭品入夜后整个虎尾镇在一片亮丽绚烂的灯海中有主坛祭典天灯风炮民俗技艺表演等热闹滚滚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七区位置一东区和平路华南路新兴宫前二西区德兴路天后宫前三南区新兴路福安宫前四北区民族路信义路庙宗寺前五中区中正路中央市场前六德兴宫区中正路公安路德兴宫前七福德宫区复兴路福德宫前一区一特色一东区二座炮城诗放烟火冰雕艺术展插花彩绘标舞雅石旗木展大型花灯牌楼晚会神秘表演二西区乡土文物展花艺奇树展古早农村修闲展康乐晚会单杠表演打陀螺
化酒泉比赛。三南区千科天灯齐放，肉山林鸡鸭鹅重量大，之比赛生理重量比赛，牌桌比赛。四北区冰雕创作书，果雕刻创作康乐晚会，大型一格大型花灯牌楼。五中区花卉景观艺术，精致蒲品插花比赛，布袋戏晚会。六德兴工区抢炮活动，乡村民俗技艺展，动物奇观康乐晚会。七福德工区主坛祭典，各校民俗技艺表演，古物艺术展，草药展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44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音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
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 1024 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4066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01 13:32:59 GMT 18 BDF 46176B 93CE1:0003 Heights 1032004 8757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01 13:12:53 GMT 19 D41460436D93 CE1:00 003 Heights 1032005 1761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4 GMT 0003 Heights 5 17613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水灵番薯寮妈绕境元宵文，化解，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 零零零零零三五一 JPG F 零零零零零三五二 JPG F 零零零零零三五三 JPG F 零零零零零三五四 JPG F 零零零零零三五五 JPG F 零零零零零三五六 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每年农历元月十五、十六及十七日。行程地址云林县水林乡番薯厝番薯厝地区。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嘉庆十五年，约西元1810年。历史建筑起始年代，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简介：水灵番薯寮妈绕境元宵文，化解。位于水林乡番薯厝地区的顺天宫主殿，四奉天上圣母战身开机大妈随四千里眼顺风耳大将军玄天上帝五福千岁持无诸范王等国姓宫郑成功无极流亡三太子李哪吒中坛元帅虎爷下坛元帅等神尊其东临北港西
前有番薯错，鸟松大排环绕，后有尖山大排其地，里环境特别佳。据传系由洪氏祖先前往大陆福建莆田湄洲朝天阁妈祖庙，恭请大妈附身千里眼及顺风耳大将军来台。建庙戊申年，清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并由玄天上帝、上王、三太子、李哪吒等神尊随驾来台，在番薯厝搭草庙四奉妈祖。因年久草庙番薯藤上攀，历经庚申年，清文宗咸丰十年，即西元1860年，整修大庙以前就名为朝天宫，改称顺天宫。民国54年春未重修，于年乙巳年十月，民国54年重建完工，由以木材作为梁柱等主要架构的结构系统，大木座、凿花、圆光、雀替、垂花等雕工细腻，细木座非常讲究，加上顺天宫庙宇建筑有神尊，清朝时代妈祖、玄天上帝、池王、三太子李哪吒等开基神尊雕刻，木石又以八挂藻井代表作，彩绘简年交纸桃、古碑及签诗刻板等。据传早期水林乡番薯厝的区，每年于农历元宵节番薯寮顺天宫三天绕境夜巡活动，其中有一项非常特殊文化活动，就是准备纸马，由竹子制成架子与纸扎而成，马腹与马匹周边放置冲天炮，点燃冲天炮后纸马会燃烧化成灰烬，用来消灾解厄求平安。火马经过宗教仪式，于绕境第三天晚上有设火马，或称炸火马，由番薯寮妈坐镇，双手持奏板立身，妈祖、居民会持香拜天的向妈祖来祈福，过火马后再举行设谢火马，感谢妈祖庇佑，将灾祸送走，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OK9 Text 斜线 HTML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13:56:45. GMT 0003 Heights 5: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01: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208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13:45:45 GMT 0003 Heights 5:17,208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古坑见湖山慈光寺佛教义树园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3JPGF00004JPGF00004JPGF00004JPG 资讯显示云林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
云林县古坑乡永光村大湖。口一年一月号。形成属性：宏伟地标。宗教园区说明：慈光寺佛教建筑，宗教艺术雕塑与建湖畔垂柳，盛开樱花，游人环湖漫步，可见慈光寺忽而隐没山岚白雾间，忽又现身于四季山色中，对岸观赏似影倒立清波，更见意境空灵。简介：古坑见湖山慈光寺佛教义树园区。慈光寺地处云林县古坑乡见湖山灵山宁秀前庸，天然见湖，终年活水映照天光，被以见湖山灵阴云影。佛寺自元教法师民国59年接掌以来，历经两次重建，早期为旧寺增扩建，之后为921灾后重建。灾后新建的慈光寺以堂式简约古朴的建筑，走出传统的寺院风格，迁新奇院道场，回归清净祥和，使人人都能够清净返璞归真的空间，让宁静朴实的佛寺虔诚迎接清净佛法的众生。大雄宝殿内敬奉释迦牟尼佛，是由千年樟木雕刻而成，原木颜色供养一体成型，共计18个月完成。法香庄严，坚毅无畏，自然流露宁静慈悲的生命力，内蕴无限智慧，开导一切众生，观者无不赞叹。此外，殿内金墙为弘一法师所书《华严经》佛赞，两侧剔透发光的光明灯，殿内圆顶的八吉祥法莲花与佛向后方的光明法轮，都深深吸引了无数信众游客。佛寺前见湖，乃山顶终年活水不断的天然湖，早年因湖中田螺繁殖众多，且粒粒皆成无尾状，故称之为诸螺湖。见湖更为人乐道称奇的是，湖形仿若葫芦，且出水处恰好就在葫芦瓶口，如同观音净瓶，水倾注而出，游人环湖漫步，可见慈光似忽而隐没山岚白雾间，忽又现身于四季山色中，对岸观赏似隐倒立清波，更见意境空灵。慈光寺住持原教法师初次来到这里，这里只是一片的荒烟蔓草，但是眼前的湖光山色深深吸引他常住在这里。当他请教当地的耆老这个湖泊的名称时，得知湖中有一把宝剑的传说，因此原教法师将这个湖泊重新命名为剑湖。每间寺院的寺名都必须加上一个山头名，也因此就
将祠的命名为建湖山祠。光嗣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00-4775-6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13 13:02:15 GMT 19 1986C8566E93CE1:00 03 Heights 1032005 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46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6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台湾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01-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150-362-OK9 Text 斜线 HTML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6 GMT 0003 Heights 5 15036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台湾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西罗镇文书院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045EJPGF00000045 3J PGF00000045 4J PGF00000045 6JPGF00000045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
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云林县西罗镇广福里新农西路六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嘉庆十七年西元1812年，文化资产主管机关云林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09-6240-1504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96年10月25日。简介：西罗镇文书院。镇文书院位于西罗东南郊，自成立以来即为地方士绅汇聚惆怅之地，也是莘莘学子读书联谊之处。其内常设有地方社团，与发展地方文教，奖励学术，振兴人心方面均不遗余力，是为该镇首学。而书院不仅在教化心学上贡献良多，于肃清烟毒上亦有相当贡献，原由清领末其烟毒遗害地方，该院遂创如宗神教堂，倡议戒烟毒，受感化之引，君子纷纷弃烟弃于院前，予以焚毁。据闻受戒者只需服院中炉丹，并即饮院中古井水即可戒毒。镇文书院内供奉文昌帝君与诸子牌位，膜拜之余，于教化人心，镇亦世道自有其贡献与作用。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09512 OK 10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01 13:05:55 GMT 19 5B82E3D96E93CEEB00 03 Heights 1032005 173602 OK 9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7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ing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31268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01 13:55:23 GMT 19 AC 7D 83616D 93CEE 比00 03 Heights 1032005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48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5325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56:47 GMT 0003 Heights 5 15325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台湾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大辟三山国王庙，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358JPGF00000003 6 0 J PGF00000362JPGF00000362JPGF00000362JPGF00000003 6 3 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云林县大辟乡大德村新街20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清朝嘉庆14年，西元1809，文化资产主管机关云林县政府。公告文号府文资字第09-6240-1579号。公告日期85年8月27日。简介：大辟三山国王庙，三山国王庙位于大辟乡大德村新街，至今已有330多年历史。嘉庆几四年，由当地张元国、张元基兄弟与53庄众善信捐资兴建庙宇，并远从大陆广东省惠州府陆丰县雕刻三山国王金身，迎接来大河街大德村，奉祀光绪14年五月因庙宇年久栋梁倾颓，在募款修建，于光绪15年完成第一次重建工程。民国80年辛未年11月前殿、中殿、后殿、停车场、香客大楼、会议厅、香客膳宿、钟鼓楼、欢迎门牌楼等均已完成，并
举办庆城祈安福教。三山国王庙保有多项历史文物，前中后殿均出自唐山师傅之手，不论交趾陶、石墙、石柱、木梁、木柱皆是画栋雕梁，颇具历史价值。由于神灵显赫，庇佑众生香火鼎盛，远从海内外全省各地前来，本庙分灵建庙者不胜枚举，既有东南亚各国、日本、南非、巴西、阿根廷等国，且均是香火鼎盛，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542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48 GMT 0003 Heights 5 15423。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北港一名庙，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0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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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行程地址云林县北港镇金义街20号。行程属性历史建筑起始年代清乾隆53年西元1788年文化资产主管机关云林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09-6240-1503号公告日期中华民国96
年十月二十五日。简介：北港一名庙，一名庙系为感念林爽文事件中宝箱殉难的108，为一名与忠犬清乾隆53年西元1788年建立，今义亭为一名庙建立之始。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江代潮春事件中镇王之36名义民合祀于今义亭中。同年北港街间深黄玉从木款重修今义亭，并进献石雕义民宫香炉，将今义亭改称义民庙。义民庙在台湾开发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种庙合一的特性与祭祀闽籍义民的特殊性，更显出其不凡的保存价值。本庙是台闽地区少数木种合一的古迹。基本上今义亭建立之初是为了借以包养宝箱为民之义事而建立之四亭义民庙，整体以二进建筑为主体，一种分三处为于主殿正后方及庙身左右两侧，依原有木种而建为义民庙，一大特色。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49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
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4632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13 13:06分33秒 GMT 19 F497 C5 F06 1913 CE 1比0003 Heights 1032005 14744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分50秒 GMT 0003 Heights 5 14744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麦寮失措聚宝宫，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485JPGF00000486JPGF00000487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启程，全年行程地址云林县麦寮乡失措村176号。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民国13年，西元1924年。宏伟地标简介麦寮失措聚宝宫一寺庙起源西元1839年，清道光15年，失措聚宝宫镇殿神，指卢府千岁系师姓仙人，自唐山带来的神尊，距今170余寒暑，初安奉于师，为老先生家宅，后经卢迁遂显灵指点建庙，由师老先生执掌公住户膜拜祠。时在往西罗出入口处建一座竹
土造庙宇公营，卢府千岁正殿，时至西元1853年，清咸丰癸丑三年间，天有不测风云，遭受暴风雨侵袭成灾，房宅倾颓，灾情惨重，暂借宅茅安顿五位神尊，后由卢府千岁指示重建庙宇，按经神显踏的地点变更在西北角，西南向重建庙宇，历经暴风雨侵袭成灾，房屋毁损，第二次则的重建于现址西元1900年日明治33年，中宫庙建造完成，几次遭逢灾变，村庄能平安度过灾难，处处可见五年爷卢府千岁神威显赫，庇佑地方神迹显现，成为本地信仰中心所在。二，五年爷卢千岁神像显圣迹，民国99年8月25日降价至是五年爷卢千岁要踏出去，同年卢千岁圣诞平安祭前，下然发现五年爷卢千岁率领大小七尊神像，胡子不约而同变长，连心雕五年爷亦不例外，众人惊畏神迹，脉聊综合发展协会将以此地点串联邻近部落庙宇庆典活动，每年于农历十月举办蓬莱仙岛麦寮观光宗教文化嘉年华，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1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350-2720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13 13:09分02秒 GMT 19 59205 A 496 F 93 C 1:00:03 Heights 1032005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分53秒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ing.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93422OK9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56 GMT 0003 Heights 5 19342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ing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胡伟持法妈祖公宗教园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0365JPGF000000306JPGF00000367JPGF00000038JPGF00000369JPGF00000371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云林县虎尾镇顶溪里15林溪园46号行程属性宏伟地标宗教园区说明持法妈祖宫本宫面积共约 1.6 公顷区分为妈祖殿本殿圣母梳妆楼区石雕妈祖园区等三区简介
虎尾持法妈祖宫宗教园区，文化仍能潜移默化横古流传的百年大业，持法妈祖宫秉持圣训，以文化遗留子孙，正讽民心，度化众心，为直至由传统民俗宗教再出发，生根民俗宗教文化，不说经论道，不唱迷信，不画纸帛，透过文化与庙宇营造真实力行，经由内心的体会感受，传达出民俗宗教文化内涵，持法妈祖宫结合宗教文化艺术，营造出不同的文化升华力道，保存传统文化之美，提升精神性，养行为，坚持做对的事，未曾因环境困顿而停滞。这就是持法妈祖宫形成特色。一、提供文化导览解说服务，团体参访例假日无需预约，非例假日预约可提供文化导览解说服务。持法妈祖宫导览人员受过专门训练，解说亲切有趣。二、交通方便，目标明显，由中山高虎尾斜线斗六交流到下高速公路往虎尾方向，即可看见持法妈祖宫，可作为南下北上顺游景点。三、面积广大，可看点多，持法妈祖宫本宫面积共约 1.6 公顷，区分为妈祖殿、本殿、圣母梳妆楼区、石雕妈祖园区等三区。四、国内最环保的妈祖庙，持法妈祖宫节能减碳，不烧金纸。五、定期举办文化艺术飨宴，持法妈祖宫除一般祭祀活动外，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如文昌祈愿祭、乐活童年在云林、国乐音乐会、王爷宴等，其中中秋节晚上由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国乐系师生带来多首天籁级的演奏，让云林乡亲在中秋月圆之夜领赏一场高艺术水平的音乐飨宴。六、邀请现代文化艺师创作水车独卫交趾陶国宝大师林在兴、郭志郎作品门神彩绘，为彩绘大师刘家正作品。七、建筑之美，持法妈祖宫庙身结构设计采传统闽南是三川九门建筑，石雕、木雕、彩绘、壁画、交趾陶都出自名师之手，精雕细琢，栩栩如生，尤其壁画的书法堪称一绝。庙内的盆景雕饰园艺造型可谓巧夺天工，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庙貌之美。三、进六殿九门的建筑格局搭配闽南式粉墙、白色的墙、燕尾、燕尾挤奶正几成曲线向上扬起而尾端分叉成两支，为中国南
方特有，其中以本省最为盛行，主要用于厅堂等主要建筑。燕尾的弧度很美，美的就像京剧里的莲花指，再再显示出不凡的气宇。新建中的圣母梳妆台、畅音阁、石雕妈祖高18公尺等文化园区将陆续完成，更是妈祖经神源远流长的象征。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57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2
3205ADC89,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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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C89,
Su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6:58. GMT 0003 Heights 5. 15519.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口湖牵水车葬状。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0398JPGF00000400000JPGF00000401JPGF00000402JPG 资讯县市云林县类别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农历6月7、8日行程地址云林县口湖乡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清道光25年西元1845文化资产主管机关文化部公告文号会受资筹三字第099/2006/1931号公告日期99年6月18日简介口湖牵水车葬状为悼念道光25年西元1845年金湖区大海啸的水南王陵云林县口湖乡受封了一块万善铜龟的石皮口湖下寮万善铜龟种亦于民国95年1月24日列入本县限定古迹也建了祠堂供后人祭拜至今即有160年多年历是每年农历6月初八就是大水灾的纪念日这一天所有口湖乡的游子都得返乡参加盛大的祭典悼念祖先绵长盛大的法会除有道士、僧侣超度亡魂、放水灯外嘴特别的是家家户户在路旁放置的水灯数以千计的沿着公路排列场面十分壮观也成为云林县别墅一格的民俗文化盛事口湖牵水车葬状之祭祀活动可分成下寮资万善爷庙的挑饭单活动旧金湖憨子寮万善祠及金湖万善爷牵水车葬状
两个系统，皆是以祖先遭遇水难死亡的农历六月初七合出，八位活动高潮。对于无辜罹难者的祭拜，形成牵水车葬状的特殊习俗，受到世人的重视与关怀。对于受难者的后裔，有无比的慰藉，但本次除了缅怀先人，慎终追远外，更稀可提醒世人防灾防洪的警惕作用。尤其逢台风季节，更应汲取教训，以免遭受灾害。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OK9Text 斜线 HTML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56:58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8334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WET 07 August 2001 13:05 GMT 19 4B55672D6 E93CEE:00 03 Heights 1032005 1652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 13:58 GMT 0003 Heights 5 16529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太保福济公七星娘娘圣但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 0000224JPG F 0000 2243JPG F 0000244JPG F 0000245JPG F 0000226JPG 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农历7月7日行程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起始年代不可考简介太保福济公七星娘娘圣但七娘妈指的是传统民间故事中牛郎织女的织女也是七星娘娘掌管普天下的爱情姻缘而加以现太保福济公主神七星娘娘已有200年以上历史是全台首屈一指七星娘娘分灵的祖庙每逢七夕情人节农历7月7日时庙方会举办许多相关活动还有盛大的绕境活动游客们来到福济宫一定要体验情人桥与平安桥活动情侣相伴携手走过情人桥就能够带着七星娘娘神圣的祝福在恩爱中相持相扶扶老携幼走过平安桥就能够得到七星娘娘的庇佑在来年的每一个日子里都能充满平安幸福与快乐福济宫内提供光明灯与财力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点灯祈福宫外盛大的平安旗
服绕境活动更是不容错过。此外还有来自各地的民间表演团体与游行队，舞中展现民俗传统意阵，为整个庆典活动注入更多的活力与热度。现场另有民俗艺术传承活动，增添几许新鲜感与热闹的节庆气氛。离福济宫不远的周边，仅是土埂纵横的田园风光，一定能让游客们敞开心胸，释放心中压抑已久的压力。放眼望去，转座的羊、香瓜、甜玉米、番茄与蔬菜等作物，将整个嘉南平原的一隅点缀的赏心悦目。其中洋香瓜、甜玉米与番茄堪称本市特产，午餐可以到太保市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餐后可至牛将军庙、王氏家庙或圣恩公参拜祈福，再到县治特区的太子大道悠闲的漫步，走在宽广的太子大道上，可以沿路欣赏许多造型新颖且独特的装置艺术，超大型门拱俨然成为县治特区的地标。照片来源福济宫 http://www.fujigong.com/website/。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 OK9Text 斜线 HTML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58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 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
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49694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6:28:23 GMT 19D5443C252597CE1:00 Heights 1032005 13993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59GMT 0003 Heights 5 13993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 Impnage Los Visages Hufbke Ubnau Page ML Of J.G. Lost Home 7RPG 6JNG Reclino Gif Milan Kaya 67Sed 7 Rujarf Mo TPQ 5JKVY 7 Kway 3 Kuin N67LSI 斜线 LNJPMN 7HVVS Ku 6 Poochin Kilinaman Kajo Akfno I 3 Kfj Ovas Me Dismaged Motom Floor LJ 6 PVV is Ovofak 斜线 MQL NKJ Kfno I 3 MOTL GRFNL 5 Fisix Nian Nimpnich Fisk I 3 Og 73 LV 73 Og JGI I 8 In IG LC5KCGRC8SXBO 斜线 G9DQME4CKVUF NTYVVCCQMLPFLRD6I G 等于等于斜线大于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限定古迹树林塔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2254JPGF0000
2255JPGF 0000-2256J PGF 0000-2257JPG 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嘉义市林森西路一号行程属性文化资产主管机关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09-8003-7453号公告日期98年3月2日简介限定古迹树林塔树林塔之创建乃因日本人开发阿里山林业大量砍伐树木且千年以上之树木亦不在少数日本人乡信万物皆有灵因此修建树林塔以安奉树林且安定林场员工之心理树林塔之创建乃表现出日本人对大自然之敬畏在当时殊未少见树林塔之造型以变形的佛塔为出发点所设计由基座及塔身塔顶构成基座为六阶圆形圆形塔接待表年轮一阶代表500年共有六阶则为神木树林3000年之含义塔身代表粗壮树干有着浑厚的象真塔身直接书写着树林塔而无其他碑文塔基不为三个方向放射出去的高低不一矮小圆柱代表树木被砍伐后所形成的缺口强调树木被砍的伤痛万物有灵不能忽视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406902OK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6:31:33 GMT 19 5344B896-2597CE1:0003 Heights 1032005 17360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6:59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332 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September 2013 1:56:59 GMT 0003 Heights 5 17333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限定古迹半天岩紫云寺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2270JPGF00002280JPGF00002282JPG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嘉义县番路乡民和村半天沿6号行程属性文化资产主管机关嘉义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地
09-8003-7453 号。公告日期98年3月2日。简介：限定古迹半天岩紫云寺，历史沿革。相传康熙21年1682时，有老和尚路过翻路的区，看到这里风景非凡，于是搭建茅舍于此，并供奉带自大陆的观音神像。由于本地从嘉义远望时长，被山间云雾缭绕且云彩常现紫色，所以称呼这里为半天岩岩寺，名也就称为紫云寺。紫云寺初创时并无产权，以致无法维持，直到乾隆30年1765年首任住持觉峰禅师在获得阿里山通事陈登求等人的协助，取得庙产之后，终于奠立了紫云寺发展的基础。之后紫云寺逐渐成为嘉义名沙，但由于第四代住持之后无人继任，于是由当时地方人士延续管理，融入民间信仰的神农大帝、盘古、土地公、祝生娘娘、三太子、虎爷等神明，形成一项特色。根据史料及碑文记载，紫云寺于咸丰5年1855在信徒郭卓海的捐助劝募下，曾大规模重修。大正9年1920本寺节构腐朽，且在地震中受损，而进行修建。昭和16年1941发生嘉义中埔大地震，将本寺夷为平地。由于正值太平洋战争期间，物资缺乏，无法重建，只能以搭盖临时建筑，直到民国36年1947方在信众刘再生、林菊等奔走募捐下重建，并于3年后竣工，成为今日之规模。建筑简介：紫云寺的基地高耸，有宽阔的庙城，面对紫云寺中央是高耸的前殿，左右是两层高的钟鼓楼，其屋脊起翘，天空线变化多端，整体立面装饰富丽。本寺空间前后较浅，只有二进，左右则较宽敞，还有左右厢房。若从前殿进入，隔着中庭即可望向正殿，是供奉观世音菩萨、弥勒佛的空间。正殿左右接连接二个房间，分别供奉祝生娘娘、土地公等神明。建筑特色：紫云寺的建筑立面有优美复杂的曲线和剪黏装饰，同时墙堵上应用大量的胶纸陶装饰，值得仔细欣赏。本寺的砖砌墙或柱外
表皆以洗石子作为面材，柱子造型也模仿西洋柱式。是日治及光复初期常见的手法。本寺的庭园碑墙立有八面安山岩石碑，具有相当的历史文物价值。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6098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6:35:06 GMT 19 4B947E1569CE 1:0003 Heights 1032005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7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 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五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
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 3250,175,635,63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01:57 GMT 0003 Heights 5 17563。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民雄大士爷庙大士爷祭，点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2185JPGF00002186J PGF00002187JPGF00002188JPGF00002190JPGF00002190JPG 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农历7月21日行程地址嘉义县民雄乡中乐村中岳路81号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起始年代约为清乾隆年间历史建筑起始年代大士爷庙现有建筑建于日大正年间文化资产主管机关嘉义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 09-8009-6474 号公告日期98年6月19日简介民雄大士爷庙大士爷祭点大士爷祭点为全台四大普渡之一每年农历七月大士爷庙庙方都会特别定制一尊红缎纸糊的大士爷神像放置在庙内供民众膜拜并建坛普渡祭点并请僧侣诵经忏三天超度孤魂野鬼普教音光农历7月23日夜晚搭一坐孤棚摆满米饭菜肴猪羊水果等祭品奉四鬼魂为安阴灵由于相传摸到大士爷纸糊神纸会消灾解厄带来好运因此大士爷纸糊神像所经之地民众进香抚摸鞭炮声响彻云霄场面十分壮观热闹纸扎的大士爷将在普渡罪后一天晚上火化升天大士爷在民众进放烟火齐鸣身中点燃熊熊的烈火河
五彩缤纷的烟火将明雄夜空映照的通红宛如布夜城热闹壮观的场面。大士爷庙为嘉义县县定古迹，本庙建筑可能创建于乾隆年间，日明治38年。1905年梅山大地震，庙宇全毁，至大正12年1923年由信众集资复建，因此本庙的重建梁柱及石材主要来自日明治38年1905年时同遭地震倾倒的庆成宫等庙，庙内还放置了一些清代的庙宇文物，间接保存了明雄地区的庙宇文化。本庙年代最古老的构建应是三川殿的石狮和后殿柱珠，都是原本庆成宫的旧物，为嘉庆14年1809年所雕石狮，尤其是石雕中的上品造型属于清朝中期风格，值得仔细欣赏。此外，三川殿的木雕细致且题材特殊，有书生、农夫、樵夫及渔翁的人物和以地狱景象为主题的雕窗，深具传统庙宇建筑之美，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73602OK9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17:01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
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300/2720OK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6:09:33 GMT 19 EB 20 FC 832 297 CEE 比0003 Heights 1032005 17949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7:01 GMT 0003 Heights 5 17949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布袋新温家应庙，冲水路，迎客王，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F00002193JPGF00002194JPGF00002195JPG 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农历3月27日行程地址嘉义县布袋镇复兴里新民里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起始年代不可考文化资产主管机关嘉义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 09-8009-6477 号公告日期98年6月19日简介布袋新温家应庙冲水路迎客王家应庙供奉了22尊王爷客王二尊轮流坐镇庙内另外13尊负责巡守海域7尊巡守山区传说每年农历3月27日是
王爷的圣诞，在外巡守的二十尊王爷会聚集在布袋镇新温外海一艘无形的王船上，海水涨潮时王船顺着溪流进入新温地区的王爷窟王船码头之后，骑到嘉应庙做客，并接受信众参拜。地主引王爷等众神则特别以冲水路的方式迎接，展现地主的欢迎之情。活动每年都吸引众多来自各地的参乡信众及神教共襄盛举，近年来加入的神教更达上百顶之谱，附近庄头的众神明包括南昆生九三王、鹿草乡众辽城隍爷、配天宫三妈、北港朝天宫堂干妈等客座神明，都曾加入这迎接嘉宾的行列。活动开始前，庙外便聚集了准备前往王船码头的信众与教班，依序排列。时辰一到，便前往王船码头。大批信众随着神教来到王船码头，将码头挤得水泄不通。这送往迎来的王船码头是新温人口中的王爷窟，十分神圣。到达王船码头后，参加的神教正头先在岸上暖身，随着水位逐渐升高，主祭者率众焚香祭拜，龙团新牛正陆续下水，盘踞码头西东二侧，为象征神明一整年未见彼此乡当怀念，所以时辰一到，众神明由主神引王爷所乘坐之四教率先冲入水中迎接客王，其余神教陆续跟进，起机的教夫在水中横冲直撞，因为水深，教班以双手将神教举高，直到感应客王降临才上岸准备起驾回銮。回程途中，信众都会趴跪在路中等待神教通过，钻教脚以求平安。迎客王的队伍回到庙前时，一连串鞭炮响起，在引王也指示下，众人将客王迎入庙内。客王做客期间，镇殿中的诸神会让出位置，以展现东道主的诚意。引王爷则待阵头表演完，各分坛神明入庙后才下马入庙完成仪式。迎回客王后，镇上便展开整天的演戏酬神。隔天二十八日晚上举行送客王仪是由引王爷钦点游山游海的客王，再由四顶四教护送静静的来到王船码头，在引王爷的旨示下烧化给客王的纸钱受精演戏千秋牌等等，送走客王后即结束此
热闹的王爷做客记，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职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5561252 OK 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6:11:15 GMT 19 3464B5C 02297CE1:0 003 Heights 1032005 17360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7:02 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音数，字验证码的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6522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01:13:57秒 GMT 0003 Heights 5 16522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国定古迹新港水仙宫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2295JPG 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行程日期或期程全年行程地址嘉义县新港乡南港村30旧南港58号行程属性文化资产主管机关文化部公告文号74台内名字第357/272公告公告日期1985年11月27日简介国定古迹新港水仙宫历史沿革新港旧称笨港，开发甚早。在清朝乾隆时期是台湾的重要港口，所以这里的居民为了祈求航运及商运，便建造了水仙宫、笨港、天后宫及协天宫三座大庙。当中的水仙宫创建于乾隆四年西元1739年元只位于酒庄笨港街上由于十分简陋所以乾隆45年1780年共申灵开州便倡议募资重建嘉庆八年1803年北港西泛滥冲毁笨港市区及三座大庙所幸到了嘉庆19年1814年民众匠师利用部分寻获的建才重建于现址规模有量各大殿和左右厢房道光28年1848年再增建后殿以复祀原本协天公供奉的关帝圣君这次后殿增建捐献者的型号传号姓名以及各种开支项目还详细记载于前殿的墙上石碑100年后民国37年1948年水仙宫才有进行一次整建最近的古迹主体修护工程是在民国81年1992年所完成建筑简介走进新港水仙宫会经过四个主要大殿最外是前殿三川殿隔着中庭室拜殿和供奉大禹水仙尊
王的正殿最里面的后殿，则供奉着关公、关圣帝君的神像。各个大殿宽度都是三个柱距的面宽，左右侧以走廊前后连通。水仙宫属于国定古迹，受到国家重视及保护的原因，有历史悠久达200多年，而且由于经历大水河的镇修建了很多次，所以在庙中可以看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及民国时期加入修建的部位。水仙宫的雕梁画栋和巧妙的木造结构上也是少见的传统建筑珍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奉祀水仙的风气远不如妈祖信仰兴盛，所以只有最初移民开发的港口地区，如新港、台南及澎湖才有建庙，因此台湾最有规模的三大水仙宫也位在这三处。建筑特色，在水仙宫中只要抬头一望，就可以看到相当丰富的木雕和彩绘，尤其是木雕题材，除了常见的鳌鱼、龙头鱼身、狮子、凤凰、花鸟外，较罕见的是大象和龙。此外，水仙宫前殿屋顶的建筑力学原理也非常巧妙，利用了跷跷板的杠杆原理来支撑屋檐中央的重量，这种设计在台湾也很少见。本庙还拥有台南名家陈玉峰绘制的壁画和门神，亦值得欣赏。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本景点图文内容系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提供。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1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290/292OK10 image 斜线 JPEG 29 Monday 12 August 2013 6:36:09 GMT 19 2DC 3363B 2697CEE:00:03 Heights 1032005 17360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17:02GMT 0003 Heights 5 1736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
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投票账号输入，星号账号，请输入 email， 星号密码，密码的英文字元有大小，写之分，星号验证码图片，彩色并有线条交错的因数，字验证码的图，图文验证码，星号输入验证码，验证码有英文大小写之分。尚未申请账号，请由此申请投票账号，如需要重发认证信请按此重发认证信。Copyright 2013 Copyrigh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华民国内政部版权所有，地址10017台北市徐州路5号，总机1996，内政服务热线，最佳浏览状态为 IE9.0 以上，为最佳 Firefox 4.0 以上。1024星号768以上解析度最佳网站浏览人次3250180902OK9Text 斜线 HTML 29 Monday 23 September 2013 1:57分03秒 GMT 0003 Heights 5 18090回本页顶端按钮图迎向世界102年度台湾宗教文化创意沃土计划最新消息。关于沃土计划，台湾宗教文化地图，台湾宗教百景 Temple Stay in Taiwan 征求良缺，文宣下载，联络我们。全民百景票选，申请投票账号，收不到认证信请按我。票数统计，谱子配天公御赐灯花，投我一票。返回上一页 F00002219JPGF00002220JPGF00002 JPG 资讯县市嘉义县，类别建筑节庆，行程日期或期程农历正月至三月，行程地址嘉义县埔子市开元路118号。行程属性，节庆活动起始年代清嘉庆年间，历史建筑起始年代配天宫建于康熙26年1687年，
兴建文化资产主管机关，嘉义县政府公告文号符文资字第09/2000-6643 号，公告日期92年3月13日。简介：圃字配天宫御赐灯花。圃字配天宫拥有台湾唯一仅有的御赐灯花，每当农历正月到三月妈祖诞辰的这段日子，可以在配天宫看到古时只有皇帝在其皇宫后花园可观赏到的元宵灯花。这段时间庙内美轮美奂，有如清朝时期皇宫后花园再现。而配天宫的灯花是由清朝嘉庆皇帝所御赐的，其缘由可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清朝时代台湾官阶最高的清朝官原为水师提督王德禄，因王将军从小受到其兄长与兄嫂的养育和照顾，而王将军又为清朝屡建战功，有功于清朝，因此嘉庆。